本中队于本月17日17时许接获处理中义区环中东路一带之车祸，经了解为33岁张姓机车骑士，因闪避不及而撞上穿越马路之72岁林姓行人，导致骑士张男颈部及四肢擦挫伤，林姓行人多处擦伤及骨折，警方到场立即协助及处理送医。经测试，张男酒测值为0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。警方在此呼吁，汽机车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，行人穿越路口应注意各方来车，以车安全。